喂喂，你好，我是三号男嘉宾，我想公放一下，跟他说两句可以吗？三号的声音放一下。喂，你好，女嘉宾。嗯，我是三号男嘉宾。我看你喜欢养猫养狗是吗？嗯，是的。对，说明你还是比较有爱心的。我家里有个狗，一个法斗，一个还有一个虎斑。哦。然后我看你在南京吗？是的呢。哦，我也在常州，我们还比较近。你的外观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就是有点可爱，特别可爱，微微的那种婴儿肥的感觉，我特别喜欢这样子，就摸上去又有肉。为什么在节目上说这么猥琐的话？就可爱的，你想掐一下，对不对？有的女孩脸肉肉，就很想掐一下她的脸。对对对，就好可爱。谢谢。然后三号嘉宾多留意一下我，谢谢。好的好的。可以，三号蛮好的，他说话说的直，就是说明比较单纯，比较直。